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进入农业类第三号自治条例。我们请议事组念一下二读的按钮。农业类第三号制定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移种，敬请审议二读会。好，各院同仁，针对农业类第三号案，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二读会，各院同仁们意见。啊？好，我们请就五条把它念出来哈，谢谢。第一条、第二条，依次把它念完，谢谢。第一条，为保护野生动物，以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并维护民众安全及环境卫生，特制定本自治条例，请审议。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你需要主席帮你念吗？好，那你赶快念第二条，好不好？好，一起念哈。第二条，本自治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台东县政府，以下简称本府。第三条，本府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民众安全及环境卫生，禁止民众于下列区域接触、喂食或丢放流浪犬猫及野生动物之行为：一、设置于都市计划区内公众游憩之场地；二、特定区域台东县森林公园、台东活水湖及周边场域专区、东河香灯仙桥、前向野生动物种及变更区域范围，由本府公告之。第四条，违反前条第一项规定者，主管机关得制止之。经制止不听劝导者，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第五条，本自治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各位，我们把第一条跟第五条都念完了，请问各院同仁们意见。我们请林冲汉书记长发表。处长，本席对这个自治条例没有意见了，但是哈，刚好本席前一阵子哈，跟一些居民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有在跟本席反映哈，那个现在啊，目前啊，有很多老年人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在傍晚的时间哦，还有清晨的时候，都会到这个鲤鱼山去健走了哈。是。尤其是傍晚的下午的时间最频繁。他们说现在鲤鱼山有猕猴出现，你知道这件事吗？对，上次议员有特别说明。好像还有这么小只猕猴，那代表猕猴的数量正在繁殖嘛？是。那本席想请教，因为处长以前是建设处长的时候，我想请教你，鲤鱼山的管辖单位是谁？鲤鱼山目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林管处，啊，一部分是台东市公所。因为这个鲤鱼山哈，它是属于市区的这个休闲的气点之一哈，它的后山也面临着长沙国宅，前面也是有民宅哈，所以它这个万一这个野生的猕猴数量因为喂食，而且我听说哈，为什么会有猕猴，是因为有人在喂食，而且好像还有十几只的流浪犬在那附近都有人在喂食。那本席是担心说，因为有些人哈，个人的一个良知道德跟道德这个善心啊，但是影响到整个全体公众利益啊。那本席想提醒处长哈，那处长请问一下，这个野生条例通过的时候，谁来负责取缔？我们县府。县府是哪个单位负责？动防所跟畜保科。畜保科。那处长，这个请你要重视一下哈。是。因为这个猕猴的繁殖速度很快哈。是。那到时候跟那个高雄寿山动物园一样哈，那个也不是好事的。是。好，那请教一下处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四条的罚则的罚金罚则，是它是用它是中央就是这样的规定，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中央没有这样规定，所以我们才定自治条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中央的它的罚则罚金也是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大概金额差不多，那种额度大概都差不多这种额度了。中央差不多多少钱？高雄市政府目前有定的话，就是这个金额。如果有刻意喂食的习惯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罚则太轻？
如果真的有刻意喂食的话，如果说这个造成，其实个人不反对那个有些人的道德良知的问题的哈，一些比较所谓的仁义，你的心了。但是如果有妨害到公众利益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法则是不是最好你是不是要斟酌一下？所以我才会问你说，你这个是依据哪一个？目前有在实施的是高雄市政府。哎，啊，我们是参考他们的金额额度了。哎，他们额度是多少钱？大概就是这个额度。大概就是这个额度。额度是。哎，处长，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哈，而且我处长希望你一个事后是不是能够定期会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发文给是给续保科啊？你们处里面的单位啊、哦，是不是续保科的科长？是不是能够注意这个问题？对对对。离山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很多人在反映的哈、哦，听说现在去山上去。走建种的都要拿那个拐杖或者是拿棍子这边准备啊，这个也不好了哈、哦。因为这个自治条例刚好今天送过来，所以本席也趁用这个时间来跟你处长反映的哈、哦。跟科长多关心这个事情，谢谢处长，谢谢科长，谢谢大家主席，谢谢。谢谢林议员，请问各位院同仁针对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二读案一到五的条例，大家还没见？没有？好。通过，然后二读会通过，那我们要进入三读会，是不是进入三读会？好，议事组。农业类第三号制定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移种，敬请审议三读会。各位院同仁，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草案三读案，各位院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好，恭喜。因为我们还要最后一个全案交付大会表决。好，各位议员同仁，台东县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一读、二读、三读皆已通过，目前全案进入大会表决。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恭喜农业，恭喜。好的，好的，各位院同仁，经过我们几天来的努力，目前进入最后阶段，也就是进入议员提案跟人民陈情案。议员提案的部分，有没有任何一位议员在这个时候要为你自己的提案补充说明？有没有？没有哈，那我们合计总共有30份议员提案，我们是不是？好，各位院同仁，我们就针对30份议员的提案，我们一次啊，建请县府采纳办理。各位院同仁，有没有意见？好，谢谢，通过。没有，来，我们还有临时动议，要一次嘛，哈，好不好？好，临时动议总共在有几位议员同仁在前几天哈，临时动议总共有10件，我们一样也是这十份。议员的提案交由县府采纳办理，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通过。请谢贤玉谢议员发言。我今天看到那个定期会有一个我们的临时动议是用书面哦，那我这里是这个临时动议，我就是现在直接就讲哦，因为最近因为苏美仪拿破仑在立岛的这个事件哦，引发我们叶宜津立委哦，这样子。大的就要用威权的这种方式啊，把绿岛划定山海里禁渔区。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我们这个临时动议的时候，我提一个案啊，就是说请我们议会呢，我们来在短时间内办一个民意论坛，或是来一个这个记者会啊，哈、哦，这个是我的提的临时动议，让绿岛的移民啊有管道啊。来提出他们的看法，哦，来对中央提出他们严正的抗议，哦，
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老蒋时代的威权还要威权啊。他说七亿很敏感啊，这个七亿哦，民进党常常在讲的七亿，七亿的观光产值跟五百多万的这个渔业产值啊，其实是两千多万。我刚刚问农业处啊，就是因为他两千多万的渔业的产值啊，所以他才是弱势嘛。那这个在双轨进行的情况下，你政府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对移民辅导转业的情况下，你贸然把它定为三海里的禁渔区啊，你无疑是要让移民哦断了他们生计啊，哦，这个是实在是不是民主进步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姿态哦。所以我想我们在临时动议的时候，我因为大家书面，我把这个议案提请哦，我们大会跟书面的一起哦，是不是有这个让主席来做一次同一次的这样子的一起包裹的表决，谢谢。对，这个提案的内容就是针对绿岛禁渔区是已经提案立法了吗？因为这个他还没有提案立法，但是他在这个电视节目啊，他已经公开的呼吁所有的立委啊，是啊，呼吁政府啊，责请交通部要延议。嗯，那这个已经因为现在一党独大，他有可能这样案子就可以过。延议绿岛沿海三海里之内不得之内禁渔，全面禁渔。哦，好的。那我在这里在，那基本上就是叫渔民不要去对过生活嘛。那三海里禁渔，他。百姓有跟他赖的时候啊，叶小姐很好笑啊，她说有那么严重吗？其实我跟你讲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因为近海的渔业，你三海里以外的延绳钓啊，你要在三海里以内钓那个霸纹啊，那你没有当那个饵料，你抓不到那个饵料，你没有办法去钓尾鱼。还有你这个我们农业处有一至三月、三至六月、六至九月、九至十二月，每一个区段每一个区域有在已经有在禁渔，等于是在季节性的在保护了。所以我的认为说不应该只台湾只有绿岛把它弄这个单行法规，这个实在是对移民相当不公平。那如果要这样的话，我提议叶宜菁小姐是不是也在台南的安平啊，或是垦丁啊，或是那个屏东啊，哦，一些沿海地区也禁海三海里禁渔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说我的提案是让我们绿岛，那我们台东县议会哦，为绿岛的移民哦来办一个民意论坛，或是办一个这个记者招待会哦，让移民有宣泄的管道，提出他们的看法跟他们的心声哦，谢谢。议会那个谢议员，我把总结一下你的提案哦，因为提案内容必须要字数少一点，你刚刚讲的有点多，可不可以就是针对绿岛三海里内不得有任何形式捕鱼，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得有任何形式捕鱼行动，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的禁渔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不得有？不是任何。哎，针对叶宜菁委员提议，绿岛三。环海三海里内禁止捕鱼案，禁止捕鱼，捕鱼案哈，会影响绿岛渔民生计，好，我们为维护绿岛渔民的生计，啊，我们开一个民意论坛，让渔民对，建本会开召开民意论坛，不是我同意他禁渔哦，不是这样，好，但是议事组有捕捉到谢议员的内容吗？议事组有哈，好，那我们就。各位议员同仁，就是谢议员希望能够就为这个议题来召开民意论坛，我们需要四位议员的复议，大家有没有通过？哦，有超过四位，黄议员、林书记长、李啊，好，超过了五六位、七八位了。好，那我们就总共的临时动议案加上谢贤玉议员，总共有十一案。好，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要再提出？陈志梦员是否要提临时动议案？来，陈议员，好。好，请陈议员。哦，谢谢大会主席。他提临时的。特别提议了哈，请我们大会主席裁示了哈。
希望我们这个麦克风啊，希望在下年度，在今年年底的可以编列预算，在下年度可以将这个麦克风范围比较长的，因为每个议员在讲话，可能他的丹田不一样，有的要这样讲，啊，有的可以这样讲，可是，在镜头上面不好看。这个顾及大家我们每位同仁的啊，这个形象问题，建请我们大会主席啊，我们这个麦克风可以往比较外线式的换场的，这是一种。我记得陈议员之前就提过了，啊，是不是请总务组研议办理纲，然后提出一个答案好不好？总还有啊，还有，我们这个希望这个我们这个主机啊，可以换为那个有荧幕式的，好不好？哦，我们请那个我们请议事组或是总务组，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外县市的他们议事殿堂的规模嘛，哦，好不好？这个不叫临时提案了，好不好？各位议员同仁，这是我们议会内部议长不叫提案，可是已经讲两年了，不提案也不行啊。我请你督促总，我们之前我上次不是啊，不要我督促了。这家里还有大人，还是要大人讲话啦。我讲了，我很难，我对你长哦，我很难不好讲话。希望我们有啊主席啦，不是之前已经有做了吗？所以你要先那个跟总务主任讲，之前都有请去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他又没有消息了。好了，这那主席你再好裁示一下啊，谢谢大会主席。我们是不是也请总务组赶快？我记得已经好像讲都。是不是请总务组到时候后来对把这个东西跟各位议员同仁说一下，因为后来我也没有去追踪下去的，他们有去做过考察，好不好？洪宗海议员请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啊。我想针对我所提的临时动议案，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我所提的是说，建请县府教育处呢，针对少子化所产生的超额教师还有裁并校的部分，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配套的一个因应对策。那这主要是这样，这个讲了好几个会期，就是希望县政府教育处它能够针对裁并校这件事情做一个完整长期性的规划，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这个规划。那各位议员们，各位议员同仁，现在县府提出了一个在四月份的时候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叫做三人以下不成班，也就是说一年级新生进来的时候，他只要人数三个人，包含三个人以下呢，这个班级就不见，就自动不见。那在四月份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跟私底下跟这个教育处提出质疑啊，说这个这样的政策推出来之后，会不会有很多学校受到影响？教育处说不会，那也说呢，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比如说让他申请所谓特色学校，让学校的这个能够保留。结果现在目前已经统计出来，目前有八所学校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国小的学校数大概在八十几所学校，结果呢，你有八所学校，这个一年级三人不成班。这个很严重，有十分之一的学校就这样子不见了。那当然他现在要跟你讲说没有啊，他只是一年级班级不见了，不是代表整个学校不见。那你想看看，如果哥哥今天读一年级，结果他进不到这个学校来，明年这个弟弟他自然就不会来读这个学校，所以他就逐年递减的情况下，六年之后这些学校就不见了。这个我们原住民教育法里面有其中一条规定，就是要取得二分之一居民的同意，他才可以废校裁并校。那去年的和平跟博爱已经用这个方法偷偷摸摸的就把它给干掉。那到教育部去，那个郑天才委员也在那个教育部提案过就是检讨这件事情，教育部也说这个确实有问题。结果台中县政府教育处他还是不愿意修正他去年所做的这个错误。今年又提三人不成班就是在规避这些法规啦。所以我觉得希望各位议员，我们这个在各个地方这八所学校目前还没有公布，相信在各位的选区里面都有这些学校存在，那到时候社区一定会反弹非常大。那只要我们希望说县府他要，我们不是反对裁并校，
但是你财民需要，你不需要一个完整的规划。这个社区哦，过去日本人统治台湾到一个部落去哦，就是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设立学校哦，国小，一个就是设立派出所哦，代表说我们有在这个部落有行政权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种发展模式哦，在现在应该要做一些改变调整。但是立爱县政府，你要做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你来不要那么走，不是说为了要把它并掉就把它并掉哦。那这对于社区长久来说发展上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希望说各位议员能够一起来为这件事情发声啦齁，因为只要这个八所学校公布之后，相信大家会接收到蛮多的陈情函齁，所以我特别在这边提了这个临时动议，希望教育处能够在配套方案还没有出炉之前齁，不得实施这个三人以下不成班的政策，同时也希望齁教育处能够来跟本会齁，跟所有的议员同仁呢来报告未来五年齁他财并校的方案哦，预计要怎么来做？等到他做完的这个完整报告之后，大家再来考虑哦，要怎么来进行财并校。以上简单做一个说明，谢谢。好，谢谢洪宗凯议员，我们请李建志议员发言。啊，感谢主席哦。咱这个议员提案哦，这个环保类哦，这个环保类哦，啊。是我本人提案啦吼，针对咱这个室内空气品质的这个管理办法，我伫遮吼要做一个报告，啊嘛要来建议讲吼，甲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啦吼。这个空气品质的管理办法吼，是针对咱室内空气较大个公众场所，亲像这个电影吼，还是在饭店、大卖场，吼，还是其他个公。公共设施的这个公共场所吼，真济人出入的所在，拢有这个空调。啊，透过这个空调啊，这个风管，它到外口的空气送倒入来，送入来伫室内，即由咱室内人员伫内底咧喘气当中，就吸收这个空气。所以空气好歹，对咱人的人体吼，的这个关系真大，维护着咱身体健康啦吼。啊，所以讲伫遮，我建议吼。伫总之，顺我问过咱个环保局的这个局长吼，因敢若针对这个空气品质管理内底的规定，就是针对空气的这个检测，经过的检测，那有符合的标准，安尼通过啊，安尼通过啦吼。啊，我初知影大关系，那要符合办的标准吼，因包括因个空调系统、迄、那个风管甲这个。过滤人啊，吼，拢总爱国检查，敢在当无？那么因检查会通过，因即马，咱台东头一批公告，头一批有交的场所，即马拢已经有家己主动叫人来检测了，讲拢总通过啊。那么环保局是针对咱按照规定，伊是六月三十为到期，七月以后开始检测。那么，那是讲只要因这业者，还是讲只各机关吼、哦、报过来，这交通所报过来啦，总通过，因拢干那监督这个空气。哎，我是建议讲吼、哦，包括这个空调系统，一定要彻底来个做起，这关联咱身体健康嘛吼。安那讲你知影？这年久未深，我比较来讲，我卖只讲几年啦，讲病院就好，迄话几十年啊，防控都无清过。啊！你看那风管外垃圾，那空调系统哦，实在未看一个。所以我坚持讲，一定环保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针对空调的系统来做一个完善的，来做一个这个改善。啊，针对安尼彻底咧甲做好势。为什么我所知影吼？我问过人检测，这个人伊透露我听就是讲，咱台东因为室外空气足好，那么空调是按外口空气送倒入去。然后是因为安尼，因为安尼才通过伊检测。那么咱的风管内底，拢有真侪真垃圾的物件，即个细菌，即个即个悬浮微粒，拢伫内底。所以我坚持吼、哦，一定爱把即个空调系统，即、这个工课做好势。所以我伫遮提议要成立专案即个小组吼。啊，咱议会即个同事吼，也会当斗下手。
把这组组这小组成立起来了吼。啊，我依我先依咱这个我所提案内底吼，这有五个同事来搞啊联名嘛吼。啊，阮开心，阮六个吼，以阮为基本的吼。啊，即马在座各位这同事，然后以阮要成立拢要来参与拢会使安尼吼。主席，蔡国杰啊。李建志议员希望在他的环保类这个提案哦，能够设立一个专案小组。那这个专案小组需要请他们自，应该是。他再找个六个，再加他一个七个。这哪来的当主席？啊，已经李远，你七哪个已经找好了哈？对对对。好，专案小组。好，安尼。有没有其他要加入我们李建志议员这个针对环保局的来做对全县应该是空调系统齁、哦、全县的大楼有没有任何一位要加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请李议员成立专案小组就由您做召集人安内好不好好好好好谢谢李议员好哎我们请高美珠高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秘书长因为我手上后就是我们临时动议里面我有一个案由就是建请本会成立东河成功长滨区医疗救护专案小组那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次在我们东海岸就是长滨最偏远的地方呢发生重大的意外后四个人都走了那我想说趁这个机会呢我们是不是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也建请那个有关单位呢都能够帮这些忙齁就说不管是救护医疗跟道路还有警察局的公务段跟警察局我希望说本会这边能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主席高美珠议员他提出要成立东河成功长滨地区医疗救护专案小组好那我们需要四位议员的附议好的我写一下哈我现在看到有黄议员方议员林崇汉议员林秀信议员吴秀华议员林参天议员谢贤玉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议员蔡议员你有举手吗好的好谢谢大会主席好所以这个本案通过我们也对我们现在目前成立这个有超过四位议员复议哦，我来念一次。那我们是不是就这些复议的议员，我念过之后，如果您没有意愿要加入，请您也告诉我哈、哦。有，怎么连我自己写的太快了？方贤仁议员，林议员是，不，林参天是另外一位。等一下。林崇汉对对对林崇汉议员黄瑞华议员林秀信议员林参天议员谢贤玉议员蔡玉林议员吴秀华议员这样对不对还有没有没有讲到的洪议员也要吗好洪宗凯议员好我们这几位议员同仁请互推一位召集人张万生议员好我们互推一位召集人好吗是林崇汉议员好还是林崇汉议员你要推荐高美珠了齁人去了下次要多一千票了给他好了好请美珠来应该还是以选区议员为主了我们是不是请高美珠议员担任这个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好通过各位议员同，那我们总共有12个临时动议。好，那我们是不是这12个临时动议函请县府相关单位处理？那如果有几个是我们议会的，那我们议会就立刻着手进行。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好，我们请林参天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我要给大会主席建议。咱长期伫议会咧开会，所有议员咧提案，我毋知道，大会主席，我敬爱议长，伫这整个提案内底，县长
以实施率到底有达到百分之几的百分多。本身进程都建议，希望讲议员的提案由相关单位来列席、来做说明、来做报告，来说过去所提案的执行的情况是怎么样。如今在台东县议会还是依然的空荡荡的。本席以为这种的提案是要高度重视人民的声音，代表一个地方民意的需求。就好比我们高美珠议员在这紧急的状况之下要成立一个紧急救护中心的东河，那我们是不是请相关单位，尤其是消防局还有跟业务有关系的人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们今天自己在这里唱高调，那县府他会理我们吗？我请大会主席是不是够再做一度，我来给你拜托要求，请你看我好不好、哦、重视我所提及的。假如你来头发久累累，表示你无一个心。我在写召集人的名字，哎，来，请说，哎。啊，所以我在讲话，你要很注意听啊。这个建言是在为你铺成未来的道路啊。我建议主席是否能够接受我的提议，未来有关议员提案，请相关单位来列席做说明报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落实议员所建议的各项的说明。那在临时动议还有很多议员的提议当中，我是比较少签名，因为我签名齁那个黄的看了会生气，所以我都用站桌站起来了。但是我直接要把咱的议长报告，过去来政府已经和咱各地管政府会当家己去设法想一个做一个八大行业的特区。但是我以为说这个八大行业的特区在议会如果提出来讨论，那会议长会有点尴尬。那我是不是就在一个这个位阶里面，是不是也征求议长的同意，由私底下议员先行串联，然后提醒在议会开个会，私底下开个会做成一个决议，由议会来推动整个经济触动的一环。就好比我们在垦丁所看到的春天呐喊，那个一个观光的诉求，它的最主要元素还是有某些元素要加进去，我们不必逃避。我们希望各位县市有竞争，把台东的特色能够展现出来。那是不是恳求我们议长对这个议案先不要暂时把它纳入讨论，是不是由议员自己去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先私底下来沟通，看台东是不是有那种条件来发展这样相关的产业，请大会主席做说明一下。你要成立专案小组，就像刚刚一样，刚刚这个在上面刚刚我们已经成立两个专案小组，所以你要成立，你就按照刚刚的方法。我跟你报告，因为这个案，这个案比较特殊啦，啊，不然就推派你做召集人啊。你要成立专案小组，刚刚已经完全的，你看到了没？就成立一个。不是啦，这一方面的我就不要讲得很明啦，我是在尊重大会主席啦，这个不要在台面上谈啦，我们先私底下。那我们现在这个录影全程公开，我们就是在台面上谈啊。那你私底下谈，你就不要。那其实专区你要在台面上谈吗？你要成立专案小组，刚刚那个就已经跟你讲，就这样就可以成立了啊。啊，我说要推你做召集人呢、欸。你认召集人很好啊。推你啦，推你做召集人呢、欸。推我做召集人，为什么要？请你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这太浪费了，这是提案。你是在浪费大家时间。不要讲浪费，你嘛提案。你要不要成立专案小组？我是先征求你的意见了。你要不要成立专案小组？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这是你要不要成立？哦，我要看你的态度啊。我们大会没有意见。你没有意见。要不要成立是你的意见。好，那我建议我们议员哦，我们成立一个琴瑟特区的专案小组，推我们的议长做召集人。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你自己通过，各位院同仁，您参天议员这个提案要四位议员复议，好，那我就不成立，谢谢。举手。好，时间也到了，请你不要再用这个无聊的事情。来，我们请各位院同仁，我们是不是下一个哈是人民请愿案？还有人要提吗？有吗？没有，就送了。好，我们还有人民请愿案，总共有三件。
好的，三件，三件我们都将送县政府来参考办理，对他，因为他有的他没办那个参考办理。各位院同仁都有哦，这三件如果你有有需要跟他们的话，就请跟我们议事组联络哈。好，各位同仁，三件人民请愿案，我们是不是请县府参考办理？好，通过。谢谢各位院同仁，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时间许可，对，我们的前议长李忠宪李前议长的告别式10:30时加计，预计11:00开始公祭。好，谢谢各位，谢谢。散会还要枪哦，散会。